上次这个小的抽抽了，已经抽完了。来看一下，大概是花了47天抽完了。接下来做下一个吧。上一次的奖品有点失败，都是贴纸，两姐妹贴到抽到最后已经有点没有新奇感了。尤其这些 MSN 贴纸有时候还坏掉了，所以这次准备不一样的奖品。我们准备了一样是贴纸。除了贴纸以外呢，还有这些，上次开箱过，这个可能也看情况会摆一些进去吧。我们先看贴纸还剩几张，还剩8张，用纸胶带把它粘住，平均可能丢一些比较便宜的小奖，像这个球啊。当然，陀螺，这个缺的这个可以分三个，蜘蛛也丢进来了，好，小的魔术方块，这圣诞树的这个，那就丢进来，好，可以就丢进来，一卷子。溜溜球，放几颗蛋进去哈，但他们会戳破，蛋会戳破怎么办？6颗蛋，那不然6颗蛋就集中摆起，就看不能用戳的哈。好，小车车。反正刚才那个胶水不能用，是用双面胶代替的。哇，你的没有双面胶，用完了，明天叫夫人去买胶水。再来做，先把它藏起来。瓦斯可以吗？这个不要用这个双面胶，粘不住。双面胶粘不住，把它拆掉。耶！有没有？叫妈妈再去买个双面胶，家里没双面胶，都被我用完。哇，这毽子哎。对呀。鸡啊。啊？鸡啊。哦。啊，你是拿纸过来？啊，结果我拿到2张了。不是这个啦，外面嘛，在这样你偷看到了，你不能看那么仔细，你还偷看什么啦？你不要看那么仔细啦，啊，来你拿那边，先拿一堆彩色笔进来，爸爸也画完，被我的影响。我大概差不多就好。画的比我还歪。那奖品你有偷记吗？没有，我忘了。哦，这个，这个要小心戳。39。没有爆嘎的。这是5中1个小的。5中1个小的。是谁？为什么是姐姐中？全部只中1个5啊。9张只中1个5啊！妹妹怎么还没有中大奖？好期待妹妹中大奖。最后可以看出中了喵，我是鸡胖喵喵。120中一个大的，眼睛亮，眼睛都亮起来了。15中一个小的。会一个大一个小，一大大一大大。啊，你中太多了。80。80，中2个大的。我都说了，这还是小的。
哦，好。我猜吧。对啊，你种这么可爱，种大种四个，爸爸也愿意啊。我们先给姐姐抽一个小的。毽子。毽子一个。换我了。好，你来，先抽一个小的。小的比较好。嗯，这个比较可爱。贴纸。贴纸。好，你还有两个大的。机器人是干嘛的？好，再一个。看我的。这个是上下半身部分的。又是芭比了。这是六个这个。啊？我把它弄坏了吗？遵命呀！他不是阿比哥的，他是太空人。另外两个芭比都你抽中的呀？对啊，都是抽中好多芭比。瞧你去踢的毽子，我看来。我的，遵命，这是我的常常做的事情。爸爸踢给你吗？就是连一下都踢不到。姐姐，你把他脚拆了。四星，中特别号，你可以选择这六个，你可以选择这六个，或是其他的都可以。哇，可以选有圈圈的。对，那小丽圈圈啊，小丽。好吧。我丑了。嗯，这是什么？假颜料，是吗？小心不要弄破。这是彩绘蛋蛋，彩绘蛋蛋，你可以在上面画图的。明天下课以后再来玩。这是我的，还是塑胶的吧？塑胶的，所以不会破了哈哟。相片记得订阅我，每天都有新片哦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啊，记得订阅我，超时。